们继续来一场拳皇九八 C 的解说。现在依然是双方的主力人物红丸和 King， 现在 EP 是 KORBJ 二十四个，现在他们应该是现在已经算得上一线的选手了吧，打这个游戏的话。我们来看他们的技术，非常炫的连招吧，我们来记上。好，来了光头，再来一个，哎，大招没接上，大招没接上，来一个闪电锤，再来一个闪电拳，红光头抓起来，又来了一个大的闪电抓，满血打败 King 啊，这一次。现在二 P 主力罗伯特上场。哎，现在追起来，追起来以后接一个红丸头，再来一个大的红丸闪电抓，罗伯特已经失血大半。哎，现在罗伯特气势已经没了，对红丸追着打，再追一下地，来了红丸头，又是直接白来。我们来看关键的第三局，霸神能不能利用机会翻盘？哎，霸神用来了强反。逮一下，直接抖起来，要疯狂了，要疯狂了，霸神肯定要疯狂了，哎呀，又杀起来了，直接一个闪电团直接结束。